行动党全国都筹款，只要他有钱人愿意就筹款，但是大家也不是很了解他筹到的款项是什么用途，因为我们很少看到行动党说给做慈善的工作，给华小，给低收入的人，给杜中，很少听到的。相反的，马华筹款我们很透明化的，好像一个医药基金是全民受惠，我们也有收条的，他们也可以扣所得税的。我们3000万的一个马华的教育基金，我们也要透明化处理的。我们的车队的服务，很多资源也是我们出的，而这些资源当然筹款是人家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是贯彻起之社会用之社会这个优良的文化，所以是希望行动党如果学不到马华，要向我们多多的学习，不要因为我们给自己的党员自己党内的资源他们很妒忌，不需要妒忌的，好榜样他们应该要学习，不好的他可以继续。